你撞来。好，你撞。嗯呐。撞我撞什么？撞白的呀，拿来。要撞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怎么撞呀？就往里撞。往里撞是吧？啊、你这是干嘛呢？这这么撞吗？哎呀，你不是撞了吗？给我吧，下面打去吧，啥也不会呀。南方女婿对东北话的理解。我要这差一点，我不行，你来你让夸一下。啊，土豆吗？啊，不夸怎不夸怎么吃呢？不夸不能吃。啊。哇，这土豆长得真美，真好看啊。快热汤来给我添上。来点热汤添上。嗯呐。我太难了。热汤。啊，热汤。把汤放这里、啊。对，放这里头。什么汤？玉米汤、柴锅汤。玉米汤、柴锅汤。那这个是什么热汤呀？嗯呐。这不是水吗？是水也是热汤。水是热汤吗？嗯呐。这不干嘛的话，把衣帮我收拾一下了。干嘛收拾鱼？到时候我长吃去。不收拾不能吃吗？啊。是不是不听话呀？想叫我收拾你，听话点、啊。这咱俩把白菜齐了，完了我这边齐呀，你搁那边爽、啊。我跟那边爽啊。啊。我给你热干干啥去呀？你不是说让我在一边爽一下休息一下吗？哎呦我的妈，我给你爽白菜。白菜怎么爽呢？就把这叶往下扒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到饭点，你把这猪肉帮我打一下。怎么打猪头肉啊？打一下才好吃呀。打一下才好吃。啊？怎么打呀？放在微波炉里打呀。明天拿骨头砸的还没打呀？我不好意思打呀、啊。那有啥不好意思的，直接打呗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冰箱还有半只鸡，咱们溜一下。溜鸡吗？啊，溜咋吃啊？骨头不能吃吗？啊，怎么溜啊？啊，你想找就找溜呗。你搁那干啥呢？我溜鸡啊。谁让你那么溜的呀？不是你让我溜的吗？哎呀妈呀，不是那么溜啊，是放在大锅里溜。你这溜是干嘛呢？不是你说放锅里溜一下吗？哪是真溜啊，直接在锅里溜就行。哎呀妈呀，你咋还进锅里去了？不是你要在锅里面进来溜吗？那这有些话是真的听不懂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说你问的。把那往里挠，把那往里挠，看不都不走道了吗？你把酱摔了，把酱摔了。嗯呐，这就是摔酱，小不？你瞧瞧，我瞧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别拉鸡巴，还是别揪了。妈，这个放床上干嘛呀？这放哪个任何地方好隔呀？好隔啊！你看看。这是隔好的，这发霉发毛的呢？这毛越多越好，是吗？我帮你整吧。这个不用你弄，你把地上的地埋，你把地蹲一下。嗯？蹲地怎么蹲呢？你愿意蹲哪蹲呗，随便。你想怎么蹲就怎么蹲。你别笑。你蹲那干嘛呀？不是你说让我蹲的吗？我让你蹲地。啊！一会儿做早餐，你想吃点啥吗？那你给我六个馒头，嗯，这不八头蒜，六个馒头，八头蒜啊，吃得完？这怎么吃得完？这是干啥呀？六个馒头，八头蒜。我要你六馒头八头蒜，八头蒜没错，六个馒头，六个馒头也没错。哎呀。